公子，这是班湘君特意送来的谢礼。这是江山图。江山图？这江山图不是传说消失已久的前朝画卷吗？正是。据说，此图中藏有许多秘密，有很多人怀疑前朝有批失踪的珍宝，和此图有密切的关系。昔年和此图一起消失的。 还有大雁三军虎符，公子，这画在搬家，你说虎符会不会也在？倒也未必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断定，这班湘君定不知此图之珍贵。公子，那这画收是不收啊？自然要收。几番查探。 当年真是与虎符有着紧密联系，或许真相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公子，您说这搬家，这些年会不会一直都在装疯卖傻？其实深不可测。是不是装疯卖傻？一探便知。安排下去，召集众人密商大事，切勿走漏消息，惊动朝堂。 这么重的东西，应该叫软绵绵扛才对，为什么要叫我扛啊？这点东西，软绵绵两个手指就可以拎了，大男人怎么会这么弱呀？平时吃那么多东西，动好哪去了？还能去哪儿啊？茅房呗。先不跟你怼了，来，我看这儿不错，赶紧埋吧。 这钱啊，可是咱们家救命钱，千万不能被发现。那当然。二位在做什么？陈安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湘君与世子之事。哦，我们是来买宝的。啊，这是我和我弟自幼便玩的一个游戏，先埋下宝藏，日后再来寻宝。 湘君，世子，猫可找到了。前后都找过了，没找到啊。右侧王曲正在找。哎呦，我这肚子突然间好痛。刚才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了你？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方便一下。伯爷，这夜深了，能否劳烦您送我姐回府？ 容在下，交代多久几句，再送湘君回府更好。谢谢伯爷。姐，趁着夜色，两人时光。查清楚搬家姐弟是否在此卖宝，若非如此，一个也不能留。